这个猪头还蛮有 size 的嘛，居然会知道这么有气质的地方。好吧，就给他加个10分。可是，既然要我一个人在这边等他大少爷，再扣10分。这样子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有55分。我是道明寺，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记得留言。猪头，你只剩20分了啦，赶快回我电话。会不会出什么事啊？他一定是在整我，一定是。再给你10分钟，你只扣到零为止。
心好慌，从来没有的慌。被 F 四贴红纸条，被房东赶出家无处可去，道明寺他妈刻薄势力的手段，我从来没有这么慌乱过。因为那时候我总是可以感觉到，不论天涯海角，那家伙一定会在我面前挡住所有难题。可是这一次，我隐约觉得挡在我前方的不会再是道明寺，而是一团灰暗。麻烦你们了，我这两天可能要请假，谢谢，我会补偿你们的，谢了，拜。静学姐，对不起哦，害你耽误工作。干嘛跟我说对不起？我还要谢谢你呢，这阵子我真的忙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就会常常想到你们，还好可以来这边走走，要不然我真的好想放弃这里的一切，回到台湾。学姐，她会不会自己一个人回台湾呢？无缘无故回台湾，不可能啊！以阿四的个性，他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管？谁说不可能？他现在不就丢下我一个人了吗？你先别气嘛。以我对阿四的了解，他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说不定他正在为你安排什么惊喜？惊喜？学姐，我想到了。以我对阿四的了解，他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说不定他正在为你安排什么惊喜？惊喜？学姐，我想到了。奇怪，那个戒指怎么不见了？没呀，一会儿有。啊，先有点带出去。Te había regalado su novio el anillo. Qué pena. Yo no se lo quería vender, pero él se empeñó y creo que le traerá mala suerte. Lo siento en el alma, ¿eh? Pero él se empeñó. ¿Qué dijo? Dijo que ese anillo tiene una leyenda. Ese anillo era un par, el otro se desapareció. Dicen que